的好像现在暴力拆除模拟器打开，这款游戏它提供了非常多东西让我们拆，你看这样，台灯、桌子、显微镜，哦，还有机器人。哎，我们就选个机器人吧，一开始。好的。哇哦，这是不是高达呀，哥哥？感觉好大，它应该不是高达吧？那何从下手呢？我看看啊，哇，一个凸起，可能是从这儿开始拆吧，哈、啊。我怎么发现真的是这？哦，我把它拆动了，大哥，莫激动啊，激动伤身体，行不行？嗯，这个身体是一整块，哎，那我是不是应该拆它四肢？先从头开始，哈，去掉头都能吃。哦、哇，头掉了！妈呀，还真是了，完了，无头了，无头了！没有头还能动啊，大哥？哎，那再从这儿拆呢？哎，还是不行。那就再拆一个胳膊吧。哎、手上还有，哇！好劲儿爽啊！再来是这个，有一种分尸的感觉，耶、yeah, ！来吧，接着这个胳膊肘，再是这边，哎，搞定。那手手可不可以拆呢，哥哥？手我试试看啊，在这儿呢，那就可能是左手是吧？哇，可以，哥哥。那手指是不是也可以拆呢？不是吧？哇哦，这样都行。好爽啊，哈哈，没想到拆东西这么爽，不要了，不是自个儿东西拆起来就是有一种快感，哈哈，对，反正又不是我们家的，拆吧。这个是什么？这玩意连拆，这应该是肩膀吧，啊，哈哈，那他的头上的东西能不能拆呢？头上的东西头早就拆下来了，你看可能是要把脑子取来是吧？真的可以吗，哥哥？不对，里面有可能是个驾驶员。啊，好像出不来，呵呵，那就算了。哎，这是腿儿是吧？哇哦，这什么玩意？哦，一块装甲。这边另一块装甲，拆的对称了，怎么样啊？呼呼，哎，这是这个，喂，我拆，我要倒了，哥哥，能不能再放回去？哦、我放回去了，不能放啊。呼呼呼，哇，那这个，哎，你哭啥呢？真的，这不是我们家的。就对了，哎，不难过，哎。怎么拆不开呢？因为我觉得拼起来好麻烦。哇哦，原来这个大铁坨子也可以拆下来。那再拆这个呢？也不行。哦，先拆这个。哦，也是一个小装甲。你是不是要先把表面的装甲拆下来？对的。哦，再来一次。哎，我拔不动了，我去。是不是要把表面的东西拆下来？哟，这个鞋也可以拆的呀，哈。我就不信我拔不出来了，还你用力啊，哥哥，用力了，我都甩的是转的还不用力啊，我这可能断不了吧，可能是打算放呀呀呀，他不见了，好奇怪哦，哎呀，掉下去了，没事，反正都要拆的嘛，是吧？没关系，还有一条腿，这条腿先连着腿上再拆，哇，怎么样啊，疼不疼？喂，我拔拔不出来，那把这个大身体呢？喂喂，也不行，那把这个吧。哇哦，直接截断了。哇、哦，身体可以拔开了。哇，太爽了！哎，它又掉到地板里面去了。哦，不见了，掉入了亚空间。这右上角提示我们说还有六处可以拆。哎，你看这个手手是不是可以拆呢？手，嗯，这个已经拆过了。哦，它不可以分开了。哦。这边手没拆呢，哦，对哦，还有一个手手，对对对对，哎，先把这个连接的地方拆掉，再拆这个手，果然变成五了耶，哇哦，哎，三了，哥哥，还有三处了，哦，肯定是腿腿上，对不对？那三处是啥呢？好像已经没东西了呀，这个脚，感觉它好像也是个整体，可能是那个身体，身体是绝对不能拆的，因为它就是一块，竟然不能拆，你看，哦，我总觉得这下面的凸起有蹊跷。可能做了个驾驶员吧，不知道啊，哦，可能还不止一个，三个有可能吧，好像没东西可以拆了呀，哦，我知道了，那掉下去两个是不是可以拆的？完了，没有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换一种东西拆哈。哎，退出来之后呢，我看看，哇，还有乐高的车子，嘿，泰坦尼克号，哇哦，我看还有啥飞机，哦，
两栋高楼。这个楼颤，你知道里面是什么？会不会有办公室，还有房子，还有床啊？我也在想哎。不不不，还有电视机、游戏机、电脑。我们从哪开始拆呢？地基吧。地基你拆得动？这个。哇，真可以、啊！可以可以，我剩一把。我的天！干哥，干哥！哇哇！好壮观！好壮观！哇，它塌了！哇，瞬间拆没了，不是。我的妈呀、啊、原来这是个模型啊，我还以为是个真房子呢。几个纸板吧，是不来我们换一个哈、啊啊、这个好简单，虽然没有拆完还剩五处，想必也找不到了、嗯、看看接下来拆个啥好呢。哇，好多东西，还有电脑主机。哇，我感觉那有点复杂哈、啊、妈呀，抓娃娃机、啊，我早就想把它砸了，真是啊！嚯，终于让我找着机会了，是不？哎，小猫咪哥哥，不是你是怎么混进去的啊？哦，好可爱，小猫咪，那你可不可以把它抓出来？所以它是活的还是死的呢？我刚才看它动了，它可能睡着了。啊，可能是个假猫。真假的？哎，既然我要拆它的话，我要圆梦了，小西巴。哎，真的啊！哇，直接把它打碎！哎。还有这边，哇哦！哇、啊哦，请叫我超级破坏王。猫猫哥哥，猫猫，快把猫猫拿出来！这只猫好像被压死。哎，等会儿，这个底座怎么还动了呢？喂喂喂，滚出来、嗯！底座，猫子，出来！哎呀，啊、被砸了，好痛！可怜的小猫咪，你看这甩甩都洗不了，肯定是个假的。哦，它可能就是个猫咪玩具。嗯，没有错。呵呵嗯，可能摸铁能这样甩，你知道吗？不行的，我你就会鬼畜。哎，好劲儿在底座，一我拔，我拔，拔不了哥哥，啊，拔不了算了，好不好？从上面开始拆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怎么拆不了呢？啊，等会儿可能是角度不对哈。哎呦，哎，怎么样，娃娃都是我的了吧？啊，原来娃娃机里面就这样。我还以为里面好多好多娃娃呢、啊、你难道没见过吗？我没见过里面哟，还有个插头，就是这玩意坑我是不、啊、来呀，啊，再坑我呀，还给我调几率，真的哇，哎，这个可以拔，我拔拔掉了哥哥。嗯嗯嗯嗯，小娃娃机肯定动不了了，这个熊也是我的啦，哎嘿，都是我的，嘿嘿，小飞机看这个能不能动啊？这我一开始可以动的呀！哇、哦，原来你可以抓一下、啊！你等我一会儿，先用这个操纵一下。我可以抓的，快把猫猫抓出来！慢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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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、哦，那摁什么抓？这可能是个娃娃机模拟器吧？我去！摁什么抓？摁什么抓？这个、红鸟，红鸟！哎，呦呦！摁不动，点不了。哎，奇了怪了，还，哎，它没有别的按钮了呀？就是这个。用脚踩吗？对，我也觉得是这个。但是红牛点不了，你说这奇怪不奇怪？他就只让你一动不让你抓，然后你在愤怒中就把它给拆了。就说嘛，你看这，哎，拿着个夹子往下，大哥，把你扯下来行不行啊？拿不了，你可能要先破坏别人的东西。嗯、也对，等会儿啊，来让我深入它。哎，这么复杂吗？大哥，坑个人不必要这么复杂吧？我这怪不得我抓不着，妈呀！我哥哥。原来里面如此的巧妙，哟呀，还一时半会儿拆不了了，还，哇，这钱都花在夹子上了，原来搞了半天，我的，哎，哎，长大了，哎呦，懂了，呀，懂了就好办了嘛，哎，这不就是拆了吗？啊，拆不了，我去，是螺丝，哥哥，哟呵，有螺丝，对，哇哦，这边还有呢，对，哟呵。哎，我拔，拔下来了，没事啊，嘿嘿，娃娃机是我的啦，哈哈，呀，哎，还有一个呢，再来一次，没了吗？哎，这边还有吗？哦，里面这还有的，哼，你给我出来，嚯，哎，这里大螺丝，哇哦，上面还有两个小螺丝，啊、这只是两个螺帽啊，好，把这个小螺丝给去掉，嘿，哦呦，哼。挺精妙啊，啊，哈哈，这么多螺丝，经得起我拆一下吗？经不起，哎，我，
哎，还不行，不至于吧？哈，这么厉害的吗？这还有螺丝，哦、这还有螺丝，哎，好多螺丝啊！来呀，啊，里面还有螺丝呢，哇，这么多螺丝，我的天哪，成本都在螺丝上了。哦，你看里面的脚脚蛋还有呢，这还有呢，对啊，哇塞，哇塞，这娃娃机，我再也不抓了。哎哎哎，好，往这里面深入。我，等会儿这猫在动。呀，你是活的呀，大哥，我把你救出来啊！你别急。呜呼，好啦，哼，都怪这万恶的娃娃机，看我把它拆了哈！夹子就不研究了，咱们行不行？我天哪，我把这玩意儿都打开，还研究什么夹子的人子？我拿个枪把他们崩了。耶，这枪还受不了了，你看这娃娃机里面的娃娃多么劣质。这是个假枪，哥哥。还送一把假枪，花那么多钱换一把假枪。我想要那个小黄的鸭子，哥哥。拿出来，你看这。哦。先扯出来。明天就捡回去啊。咱们快溜好不好？看看最后再拆个啥玩意好呢？等会儿我想起来了，拆个厉害的飞机。哇，这么大个飞机，我们拆什么时候去了？你等会儿。啊，我好像还能控制它来着嘞。真的假的？试试。哇哦，那怎么起飞呢？起飞吧。哎呦，还真会起飞。这底下跑道还能动的呀。我一直以为这就是个房子，你看哥哥。对呀，因为我感觉云都是假的。我还以为它能撞墙呢。对呀。哎呦，我们拆完了。哇，还解锁了炸弹呢，我可以把它炸了。哇，你看这，我试试看啊，来炸。哇，炸得好慢呢，不是那种瞬间炸，还可以对、啊、看呢。哇，这个视角好的不得了，好厉害啊。对呀、啊、就像我在里面一样。 哇，你要假装自己在里面。我炸了、哦、对，我要假装在里面，等一下啊。稍等，就我见过我哥这种人。哎呦，哎，经济舱不行，换一个。不允许我在经济舱，我要在头等舱去。这个是头等舱吗？前面还有没有？你为什么不在驾驶室呢？这是驾驶室都没有代入感，我又不会开，我相信我这辈子都不会开了。也对哈，那你就在那儿吧。啊，还是经济舱吧哈。来，就在这儿了。嗯，怎么看炸弹下来了呢，哥哥？哎呦！哇，那边的乘客！你、啊、后面的乘客下来了！哇哦，还有没炸弹呢？你别过去啊，哥哥！过去咋了？以为我会死哦，真是吗？哇！我就过去，怎么地吧？啊，怎么地吧？哇，鸡尾巴都没了！赢了没？因为那谁吗？我们下次见，拜。